在我心中有这样一个地方，虽然远隔千里，却温暖熟悉。这里是母亲故事里描述的家乡，这些故事陪伴儿时的我进入梦乡。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，感受到我以前只在书本和电视上看到的景色，听到跟父母一样的乡音，我想说回家真好。中国，我的祖籍国，这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度，经历过风雨和磨难之后，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。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国家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。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国家，为了实现中国梦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奔跑。新四大发明开启智能生活新纪元，中国创造再次让世界瞩目。天空北斗飞越苍穹，港珠澳大桥、复兴号列车，超级工程让人赞叹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新时代中国发展的脉搏。今天的中国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和感动，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召唤着我们。同我们一起透过镜头记录你与中国的故事，分享你的新中国印象。新中国印象，印象新中国。